更新好了，看着好像是能进了。哦呦，老 baby 真的能进了，这画面是进了吧？刚才不是说我更新好了再来吗？刚才没听我说更新好了再来，没听着啊？不会吧？哎，不会进不去吧？啊？哎呦，进去了，糟了，闯大祸了，大祸闯起来。哎呦，敲个开头，进去了呀，闯大祸了呀。11月7号凌晨1:55就进去了，跪一跪。哦哟，还有好，界面语言有简体中文的语音呢？可惜语音没有。走着，他好像播出有要求的，要在11月7号什么时候放到什么位置，有个播出要求。确实是可以放的，我看一下播出要求。播出要求是有说明的，不然就给你全部弄掉了。可展示的内容包括到达英格兰，在挪威的故事线，不要指认叛徒，不要剧透其他内容。第一波解锁时间11月7日凌晨。读盘好像有点久，进得去吗？全部内容正式解锁时间是11月9日的下午7点。11月7日可播出的内容是有限制的。哇塞，这雪飘了好久。居然有一种这种恶鬼的即视感。啊，要限制的，因为玩家只能放到那一会儿嘛。
他这是有说明的，虽然提前放给你了，但是有限制。我上来是扮演这小孩，这跟那个叫什么，这跟那什么是一样的呀。就刺客信条在巴黎的那座叫什么来着，不是在巴黎的那座上来也是个小孩，那副标题叫什么我给忘了。没错我看大革命，对，刺客信条大革命上来也是个小孩。我看一下我画面拉满了没有，我看一下画面是不是拉到最满的，我来瞧一瞧。动态模糊关掉吧，动态模糊真没什么必要，说实话。这有光追吗？有光追吗？我这显存已经用到6个 G 了，24个 G 的显存，它用到6个 G 了，已经挺厉害了。上面没写有光追，好像。没有，好像没有，貌似没有啊，已经是最高了。我把动态模糊关掉了。这壮汉是他爸吗？这么大个。是不是对话没配上去啊，朋友们？你看嘴在动，这不会是 bug 吧？明显两个人是有对话的，这不会是 bug 吧？啊，有亲吻的声音。旁边旁白都是有声音的。我们检查一遍游戏吧。这卢裸露上身的，暗杀必定成功。如果打开这个选项的话，你的实际游戏体验会有区别。加大游戏的对话音量，
菜单叙述是没必要的，对不啦？确实没有语音，嘴巴一直在动，然后人也在说话，这件事情有点尴尬。不光没有语音，下面的字幕都没有。不光是没有语音，连下面的字幕都没有，真的有点尴尬。故意是这样防剧透吗？这兄弟，你说的这句话，我感觉你在大气层啊！故意这样防剧透，你应该是在大气层。我连第一层都没想到。谢谢似水流年，感谢枫叶，感谢木君送的二十个能量石。你这么一聊，你应该在大气层了。我哎，等明天别人先开播了，然后别人反正下午会开播的，下午开播的时候我看他是不是对的，晚上再放吧。等别人白天放了，我看别人是不是正常。我全选默认吧。这一上来直接对话跟字幕全都没有。其实这个画面应该是个楼顶画面，通过这个方法来把读盘给跳过去了吧，差不多吧，这算是个楼顶画面，还是这里也可以都跳过的。开场没有对话，没有字幕，挺尴尬的。是啊，旁白都有声音的，有别人有跳舞，然后别人还有那个旁白全都有声音，人物对话只有嘴巴在动。足球我刚才那个下载的时候又去看了一下，没东西啊。下载的时候我去看了一下足球，没东西，里面一点东西都没有。你这里音效都是正常的呀，风吹的声音，还有这种鬼哭狼嚎的声音，那个声音有点像那种恶鬼的声音，对吧？脚踩在雪地上的声音，像是巨人脚踩在雪地上的声音。唱歌跳舞人说话的声音，碰到手镯也有声音。哎，小孩有一个哇一下的，你看小孩嘴巴动了一下，哇哦，好像是没有。别给那个大气层的兄弟说对了。你看这个推门也有声音的，哎，这里好像有了吧？喂，来了哥们，在不在？我看远处那老头对着小孩看了一下，好像对他说了话，嘴巴在动。
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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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没有声音，真的是大气层的兄弟说对了，为了防剧透，没声音也没大没也没字幕，牛逼，牛逼的，没声音也没字幕。哦，这里还不能跳过。这体验太差了，等明天别人先放了。我这没什么好搞的了，这我连他在干什么都没有，这剧情也不能跳过。那哥们可能是在大气层，我睡了，兄弟们，我睡了，明天见吧，好吧。明天只要是正常的就正常放吧。不可能的，怎么可能嘴巴没有声音？不现实的，这绝对不现实的，这个事情不可能的，同学们，绝对不可能。谢谢伊森续费的见识，晚安晚安，拜拜。正常的我就给大家放放，这样放没什么意思。反正明天白天有其他主播也会先放，我先看看他播出的是不是正常的，我先看一下。哎，不是啊，我是准备搞一会儿的，但是都弄好了进去没，这没什么意思啊，这个。